哎呀哎呀，小咪数的来了，就是比较中等秀气的。那这是天然的饵料，俄罗斯料子的哈，国矿一级料，国矿一级料，圆珠蜜蜡手串。嘿，这个是复地大证书，中国地大证书，中国地质大学啊，那就是以大陆来讲，对于蜜蜡鉴定最有权威的机构的部分就是中国地大。那一般人去做这个地大证书的部分，一张都不便宜。那但是为了这种比较中高单价嘛，一物基本上一条我就做一证，这都是我另外付费的。那我们先来细看这一条，这条的话珠径卡在11米，好，11米，这大小的部分的话非常的非常的适合白花，白花蜡。那因为这边的话，这条的话是性价比非常高的，因为它就是客单价上面比较便宜，因为它带了一点这种，看得到吗？带有微微的这个小花粉，好，微微的小花粉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细看一下。那我们先这样子正常的社交距离看，正常的社交距离看，其实真的是看不太到的。没有什么大问题吧，对吧？我最喜欢买这种的，一个包含我自己带的，因为基本上，花粉也是天然的包裹物嘛，那就是树滴下来的蜡，那会沾染到一些，其实都是正常的。那我觉得这样子，其实你有时候这样子慢慢看，慢慢看，它也是别有一番风味，而且它这样子盘，它有时候花粉的部分会再沉下去。所以这种没有像那种完全全品的料子，价格部分起码少了一半，然后这种价格起码比全品的部分少了一半，所以我觉得性价比的部分就非常的高。那这珠径的部分呢，卡在11米大小部分也蛮刚好的。来，出动我的手，不对，是我的细胶手，让各位看一下。秀秀七七八美吧，其实我个人戴蜜蜡呢，我就是喜欢在蜜蜡就是越戴越大。好，那这个珠径的部分的话也很漂亮，很刚好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细看一下。到了，把它摆好一下，这就这样子吧，先压着。那我们先来细看一下这一条蜜的部分的话，也是相当的满。放大，就微微的小花粉。好，但是价格上面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香的，那带一点虎皮纹啊，千层雪，溶洞妖花，反正这个带溶洞，好像还有带点荧光呢。对，说到荧光，打灯照一下，我的灯呢？刚在充电，打灯照一下。好，这是365的紫光灯。打灯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属于这种天然的黄绿色，打365的紫光灯。好，365紫光灯，这样是用的这个白的紫电是比较容易聚焦的样子。比较容易聚焦，看得比较明显。你看这个，然后带一点圆皮，这个白那个花蜡圆皮，像这个的话啊，有那种镶嵌的，
贴片啊，可以在镶上去的部分也很好看。那像刚刚这颗这个，溶洞啊，这是真的放大很大看才看得到这个就是感花粉部分比较明显。那一般我们这种社交距离看真的也一点都不明显。那这个搭配那个熊熊啊，搭配这个五条经文啊，佛陀的祝福啊，五条经文啊，来自佛陀的五条祝福，像这个搭配下来也都很好看啊。这是复地大证书的哦，价格部分放漏也都很便宜。那这种东西都只有一条，好，我等一下再上架。这条是11米的。